下面有，不是下面，这后面有小朋友。我现在在肯德基里面，中餐，就是中餐没错，因为我早上睡醒之后我就在剪影片，讲到现在早上要出门了。中餐吃肯德基，最近有什么又香这个不知道叫什么来着、啊，而且我觉得叉 L 套餐，这种就是双人餐呐、啊，谁一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啊？你耶，手大，很好，栗子。好，再给你们看一次。这样。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今天我总算有安排一些活动要出门了。首先呢，你们知道在圆山的花博那边，现在有一个文创展。什么是文创展呢？就是我也说不清楚。那总之呢，我主要去那边呢，是因为那边现在有很多LINE贴图，比如说维腾啊、马吉霸啊，还有台湾，还有台湾霸的一些都会在那边摆摊展览，所以我当然要去那边看一下。我有点吓到，也没想到里面这么热闹、这么好玩的感觉。我觉得感觉超好玩的，我从来没来过这里。我觉得下次可以再特别再来一次，因为我晚上晚一点要上班，不然的话我今天应该是可以多玩一点才对。可以看这边就有，看这边墙上。原本呢，我想说可能我们要锁定摊位在哪里，直接去看。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多虑了，这里人没有想象的这么的拥挤，你看，其实还好，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这样子逛，慢慢走，慢慢看。我想找LINE贴图的区域，应该就是在后面这一区了。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坏消息要跟你们讲、欸。我先跟你们讲一个坏消息，我钱喷光了。你买什么？这是我刚去有病制作的摊位、哦、然后他们算我便宜。这是什么？然后这是他们的画册、哦，超精致。然后这是他们的那个我本来就很想要的亚克力板。哦，对，原本这个500，这个700，然后他们这样算我1000。那你怎么找得到我、啊？因为你很明显啊。我刚才想说我有一个坏消息要讲，就是我找不到你在哪里，结果你就冒出来了。这里可是我的地盘，现在是我的 shopping 盘、哦、那你自己逛了、欸、我走了，我跟你借钱，没钱啊。哎嗨、欸、我还记得你。我看到大批人潮在排队，我在想那个会不会是在排吗？几霸好像是哦，保持移动看一下马吉巴的摊位，超凶猛的人潮，而且我刚刚走过来就唯独这区要排队，排得很凶，所以马吉巴我们下次见。Cute， 哎嗨你好，刚刚上一幕一个看着我指黑熊的小妹，如果我没有误会的话， 我希望你不是指着这个叫黑熊，不是叫我啦。嗨，你好。天哪、啊，我看到黑屁的娃娃了。好了，我们刚刚已经从里面算避难逃难出来了，太好了，我们总算活下来了。那你有买到想要的东西吧？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应该回去会录开箱啊。一开场就两个意料之外的东西的事情，然后就把钱花光了。那我买的东西是
这个东西我车就不送了，好不好？因为这是我自己想要用的，我喜欢，所以我等一下就要拿去贴在我的笔电上面的。那接下来呢，你们也看到了，我人要在公司了。今天晚上有另外一场怪物弹珠的活动，就是你们昨天看到的怪物弹珠，连续两天。希望今天我能够一样安然的度过，好不好？软脚了，软脚了！天哪，有没有坏掉？哦，镜头没有坏。等一下，对焦。对焦。好，还手正常，好，很好。好 ，running。好，有对到，很好，很好。很好，你很棒 ，good boy，good boy。脚架很坏。某些时候就是累过头了，你就会开始有这一种出现非常奇妙的动作，比如说，叭叭叭，像这个样子，你会需要用某一些神秘的方式来让自己纾解一下压力。你很累，但是你得必须这样。我开始有点担心，明天我放出这支 vlog 的时候，你们会在下面留言给我什么？我每次都很担心我在录影的时候没有开麦，那今天一天又结束了。刚刚原本我还很开心于今天我来工作的时候直播好像沿路还蛮顺畅的，这样顺顺利利的结束了。但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我想的这么样的简单。果然凡事都要看，不止正面跟反面，还有侧面，要侧面跟上面还有下面都要看，没有那么简单。今天呢，因为你家时间也不早了，我在这边回答一些大家下面的留言。大家都很担心说，只睡四个小时够吗？只睡五个小时够吗？理论上来说当然是不够。我记得人一天要睡满六个小时还八个小时才算是健康的。不过目前我的时间就是这么有限，要忙的事情也这么多。不过从明天开始，我们公司的 studio 部门会新增两位新的战力，而且他们都不是新人，在业界非常有经验老道的老大们，所以他们来之后会增加我们很强大的战力。之后我可能会比较轻松一点点，那其中也有几个是当过导演的，所以我的拍摄的 vlog 可能有机会再更加的精进进步，好不好？大家留言我都有看到，很感谢你们对我身体的关心，好不好？那有任何想说的话一样在影片下方留言。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大家拜拜。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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